哎呀，爸，再来空调开开吧，我都快热化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现在油价这么贵，你妈给点零花钱还不够买个雪糕呢。哎，那咱开个窗也行了呀。哎，开窗不就是让别人知道咱们开空调了吗？再说了，也没多热呀。哎呦，今儿的温度和杜涛有点刺激啊。咱哥几个比比谁能泡的久啊？不用比，不用比。哎，小王菜吧，我赢了。大夫，我儿子怎么样来着？你儿子这是热射病了，严重的中暑现象，现在各个器官就跟煮熟了一样，到时候你这么个爹要分命了。